歌手李玟于上个月骤然离世，消息震惊各界。过去他曾在节目《中国好声音》中勇敢为学员发声，怒批节目规则不公平。没想到近日竟流出了一段他控诉节目组不公平对待他的录音档，包括无视他的脚伤，故意将学员 Q 走，导致他在舞台上跌倒。随后节目组过去的黑料陆续被曝光，其中一名柳姓女副导更被爆出仗着超强后台，待人处事的态度都非常嚣张，对李玟也是相当不客气。而李玟生前所属的华纳音乐近日也发文回应了霸凌风波，表示会配合相关单位调查，尽全力替艺人争取权益，同时也会尽到保护艺人的义务。感性表示，不论过去或现在，我们一直都在，获得大批网友力挺，希望能早日为李玟讨回公道。